没想到你的任务居然是那么大片。其实那个很好玩的，很简单的。所以可我对不起你，我以为会很轻松的。没事的。快到了咪，还有多久塞？哎，那我们是拿完这个分去吃饭吗？对。啊，那就是说以后每次吃饭都要那个对干活，都要干活，不然的话没饭吃的哦。Oh my god！